爱丽丝做不到。爱丽丝，都怪爱丽丝，都是因为爱丽丝，小桃才会受伤，全都是爱丽丝的错。爱丽丝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那个时候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就好像爱丽丝的体内有一个自己也不知道的存档一样。爱丽丝的身体做出了反应，自己动起来了。那个时候爱丽丝做了什么不知道，为什么完全想不起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是爱丽丝伤害了小桃。老师，爱丽丝该怎么办？没错，的确是你伤害的，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。老师，会长。我一直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。你就是传说中的沙乐的老师吗？真遗憾，本来应该是值得纪念的第一次见面，居然变成了这样。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叫条月丽英。我来这里是为了把真相告诉你和那些孩子们。